好，为了要增加孩子跟家长间的互动情感，也让家长了解与看见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状况，金峰乡立幼儿园特别在学期末办理亲子趣味竞赛，借由活动有机会陪伴孩子，增添美好的回忆。家长穿着拖鞋用脚踢出去，孩子则拿着篮子准备接拖鞋，接到后众人开心欢呼。这是金峰乡立幼儿园特别在学期末办理的亲子趣味竞赛，让家长有机会陪伴孩子成长，增添美好回忆。我觉得很好，很有意义，而且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可以看见其他的父母这样互动的时候，孩子也乐在其中，也会很开心说，你看我妈妈有陪我一起做活动。幼儿教育阶段对孩子未来成长有很大影响，因此金峰乡立幼儿园希望透过活动不仅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力，也让家长看见与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况与表现。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孩子未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基础，那我们也希望家长也看看孩子们在托儿所这边各样的一个教学，也跟老师们有一个更亲近更好的一个互动。幼儿的教育，尤其2到5岁，可以说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辰，那么这个时辰也关系他未来，所以我们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安排。这次校方安排多个趣味竞赛，有趣又好玩，还有奖品可以带回家，让每位家长与孩子玩得相当开心。记者金峰乡报道。